9月12日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，有记者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，将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一事进行提问。朝鲜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是朝俄之间的安排。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，当前中朝关系发展良好。我们两国双方正在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，深化两国的各领域交流合作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更大的发展。